么会有推人的动作？其他错开呢？跌倒就跌倒，你还要哎呦喂！好久没有穿的这么华丽。哎呦，Luxy Girl 现在哎，他们成团到现在总共有差不多15年的时间，如果没错的话，差不多吧。差不多，差不多。那子成就是第一代的 Luxy Girl。那你可以是 Luxy Auntie， 对，我是 Luxy Grandma。Grandma， 对呀，你看喜事临门，然后回到 Luxy， 恭喜恭喜恭喜，就当我们的队长。那另外一方面，自己好像答应求婚了。对，我结婚了。对对对对，哦，上次的还没结婚，不一样的人，对对对，不一样的人。哎，立马就跟他共鸣，速度很快哈。没有啦，还没结婚，因为刚好遇到对的人。对呀，因为你跟不对人在一起10年，你也不会结婚。真的，不要犹豫，对的就下去了，赶快结一结了啦。还没找到嘛，对不对？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说怎么办？我们这边很多一二，对呀。可以聊一聊，聊一聊，聊一聊，聊一聊。等一下加个 line， 加个 line， 你找我就好，找我就好。你不要把自己弄跟妈妈头一样，然后 girl 头，然后里面比较资深的可妹也在10年了吧。啊，子成比较资深，我知道。你干嘛推那么干净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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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可妹应该也有10年以上，对不对？有有哎，对啊，旁边这个是 Roy 好像有见过，来过几次这样。哦，哎，你不是很不会记人？对啊，怎么 Roy 来几次你都记得？没有些因为他跳起来跳起来跳起来。我跟你讲，也 OK 的啦。不会记对，但是因为看名牌，记得你哦。因为之前都会认识啊，这个啊可妹的朋友，哎啊，对，会记错。克拉拉是克拉拉，克拉拉，克拉拉，我是克拉拉，哎克拉拉啊，加入多久？大概3-4年，三四年，哦，算新鲜的，对，新妹，眼下的这个是最新鲜的。下肢多久？下肢？哎，大概半年，这么嫩，这是很老最年轻的学妹，之前也来过啊，下肢有没有？啊，对呀，跟潘老师，潘老师在那边搬的，对，哎，我发现你们两个很会记女生，有，对呀，漂亮的都记得住，哎，哇。所以我们有认真在主持嘛？像这一团，你有没有？一年来16次，我可能全都记不住。超没礼貌！喂喂，就是很现实。我们就是很没水准。喂，除非那个团长房子卖好，拿钱过来。现在马上卖，势力或者煮一餐好餐好吃的给我们吃。超势力的啦，交朋友的三个原则嘛：有值、有量、有多钱。喂，有多稳。今天我们就来一个不一样的，哎 ，Flower 这个红到一个，歌曲可以拼，舞蹈其实也可以拼，都可以唱，都可以跳，而且在网络上那个 Flower 的迷因很多，很多很多。来来看一下双胞胎 ，Flower 的双胞胎是，注意了，我们来拼一下了，来，噔噔，羊以及花蝴蝶，哎，很合哎，哦，完全吻合哎，天哪，怎么会？拼图当然拼图啊，有高哦。哎，对对，所以这两个歌是合在一起的，没错，真的吗？这三首歌都可以合在一起，有这么合吗？嗯，你等一下就知道了，等一下就知道，等一下就知道了。我们好好来看他们表现，好不好？这整画面是舒服的，来带来弗劳尔。哎呦喂 ，nice， 哦，睡了 ，oh yeah。Oh oh yeah. Yeah. ABC, do re mi, 만큼적했던나눈빛이싹변했지어쩜이또한나니까再会。
表演了，其实那个节奏速度各方面啊，大家在节奏里面，这完全几乎给99分。因为我们只有在网络上看过就是迷因版的接的，但没有看过真人的接的，太棒了，这几乎 almost 满分，99分。那少一分少在哪？在哪里？有一个团员差点扑街。应该不止一个吧？你刚刚要去哪里啊？要去哪里？威尔，你是拿到九？哎呦喂呀！甩太猛！亲爱的，怎么回事？你算是一个超级正妹啊！跌倒就跌倒，你还要哎呦喂呀！瞬间变阿姨呢？奇怪，一定会想哎呦！我刚突然想到，哎呦，便当忘记了。哎呦，怎么会？你刚怎么哎呦喂了？鞋子旁边那个鞋底翘起来，开口哎呦！对啊，因为他们高跟鞋都穿一个哇！因为我是摇滚区啊，你团员快跌倒，你笑到岔气。我在讲，他坐在旁边。太好笑了，不是你团员，他都快摔死了。哎，然后可是沿路经过的时候，他摔完，哎呦啊，可美这样。对呀，也是这样的。没有人也是幸灾乐祸。他还跟一首歌很搭哦。哪一首？哎，你转太快了。对，你转太快了。过去，让他们休息一下。还有一首歌也很搭，很搭，叫做《哪里来的骆驼哥》呀，沙里龙吧，嘿呦嘿。哦，这个也不错，很搭。啊，讲真的，就你们在表演过程里面发生比较好笑的事情，你们应该刚刚就很好笑啊。对，确实类似，类似啦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在球场，其实我们很常要干扰对方罚球，罚球嘛，对，我们就会想尽物尽其用，然后场面有什么都会拿来用，什么招，使劲要干扰，医治嘛那个啊，对，是你们团嘛，还有最近那个新招是那个胯下运球，哦，怎么干扰，比如人家在罚球嘛，对不对？他罚球，罚球，罚球，然后你就穿得很辣，这样胯下运球，你确定？你是丢搞哟，喂。真的没投进，哦，真的，对方真的没投进，空气运球了，空气胯下运球，所以现在去看篮球也有时候变成场边比较好笑，对啊，我们也在场边打了4节，很累，很累。今天这个表演算 OK 了，成功了，很搭，对不对？除了你看那个歌的走红的程度，哎，是全球先到泰国去，到那个都通了，欧美红到全部都在跳，对，到新加坡也很红，对不对？加油，我们搞不好哪一天有自己的音乐。自己的歌，好吧，再次谢谢他们，谢谢老师哥。